今天是2019年3月6号， CC Lee 在伦敦祝你平安健康。英文博主 CC Lee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 UD 的最新盘 Urban Decay Reloaded， 我收到了，有没有真的太开心了，我今天的妆就是用它画的。好，现在快点打开讲一下，我的刘海刚卷好。好吧，哈哈。首先呢，它的质地是软的，它上面有加海绵，跟之前不一样哦，看多美，闪闪。今天伦敦有点冷，我就穿了个大毛衣。哦，好，我今天用了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。OK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六，我用了这几个颜色。首先拿这个，这个叫 Barely Baked， 铺在整个眼皮打个底。哦，对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边这两边是两块最大，然后这两块一般大，然后中间。所以呢，这个盘它其实是有三个 size， 这是一、二、三，三三三三，然后二、一，就最两头这两个盘是最大的，然后其次是旁边这颗，还有这颗，然后剩下的 size。然后我是用这两个一起调了个色，然后铺在眼尾处，然后这一颗我找一下啊，这一颗。然后取一点这个叫 Angel Fire， 点在眼皮中部，现在也可以加一点，嗯，闪得很自然。然后这个盘应该国内我也不知道上了没有，反正莲蓉清是第一个拿到的，嗯，好喜欢，开心。加了一点 Urban， 然后我加了一点 Urban Decay 的限量眼线液，它真的是很亮。再来一点，这个应该是2017年的圣诞限量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它叫 Cat Cole， 它是那种有一点玫红色的闪闪的。限量眼线笔，我还是挺喜欢这支的，经常用。然后夸了它这么半天，我现在说说它的缺点吧。嗯，没有刷子，所以我今天用的是 NAC 3里面的刷子。嘿，然后我今天才发现，我说，然后我今天才啊、哦，这是我的大毛衣，很喜欢，给我妈妈买了一件。然后我今天才发现，这个 NAC 3里面的刷子和 HEAT 的刷子不一样，里面你们看，这个是 NAC 3里面的刷子，这头是大头，这头它是扁平，哎呦我的头发，扁平刷，这是 HEAT 的刷子，两头都是偏大的。这边给大家比较一下，上面是 HEAT 的刷子，下面是 NAC 3。 HEAT 的刷子这边是火苗头，这边算是平头，然后 NAC 3一边平头一边是扁平的，超级好画。扁平的呢它就是超级好画，靠近眼皮的这个位置，然后你加深一点深棕色呀，大地色系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再把 NAC 的 Smoky 这个里边的刷子拿出来比较一下，哇，东西太多了。好，把它放在最上面。 OK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支刷子比较一下，这是 Smoky Heat NAC 3 Fine。 今天口红是 Chanel 162， 也是很 Chanel 黑管162，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系列它很沾杯啊，所以你出去喝咖啡呀、啊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我今天用的眼部打底是 IT， 这支呢我用的色号是 Ultra Fire，
在眼部打底，它稍微有一点点干，但是遮瑕力不错，去黑眼圈，你可以喷一点点爽肤水，然后再点上去。然后今天的眼线笔是 KVD 的 Tattoo Liner 黑色，棕色也不错， KVD 的明星产品，这个推荐大家买一下。今天睫毛膏我居然用的是娇韵诗的这支，而且是娇韵诗的超长型睫毛膏，然后色号是01黑色。哦，睫毛膏你们要这样画，先上后下，就是先上睫毛的，就是先画上睫毛的上，再画上睫毛的下，是这个顺序，这样你的睫毛会更卷翘更丰满。当然你卸的时候也要注意啊，把上面卸掉。今天呢开了个小箱，因为英国在打折， Debenhams 啊还有 John Lewis 前两天都在 Price Match，我买了娇兰的 Young's Watery Oil， 这个是回购产品，非常好用。它里面有非常小的那种小颗粒，很可爱，然后你挤到手上一搓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是我无限回购的娇韵诗瘦脸霜 Lifting， 它叫 Shopping Facial Lift， 我刚刚用完，昨天真的太完美，完美衔接。然后是这个旧的新的 Urban Decay， 这个真的是无限回购，我没有买最大瓶的，因为我就个人感觉小瓶新鲜，用完了就一扔，然后再买新的，那瓶已经用完了，耶！最后说一下今天的修容，依然是用的 Tom Ford 这款双色修容粉，哦，我人生挚爱，太喜欢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就这样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今天录的好热呀，这件毛衣有点厚，虽然伦敦今天很冷吧，我等一下去接孩子了，脱掉，热死我了，拜。拉镜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，不错哟，耶，我的盘太开心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么多，哈哈哈哈，行，我忍不住要再嘚瑟一下，哇，这么多，嘚瑟的我真的好开心呐、啊，今儿个真高兴，嘿，希望你们也拥有美好的一天哦，拜拜。